每句都有，最后地藏菩萨帮你教化难知，让你成佛，达到究竟。升天呢是享快乐了，凡是鬼魅所作的，有时自死，疯癫而死，这事很多呀。这个事儿大家可能在我们学佛的人是信呢，佛说的六道嘛，这是鬼道。有没有呢？信不信呢？当然学佛的人一定信是鬼道，鬼魅所离，罗刹。不信佛的，没有学佛法的，那个鬼魅迷你的时候，业缘发现的时候，你信也有，不信也有。信能有解决办法，不信没得解决办法。说国外人的国际上啊，我在温哥华加拿大还接受鬼灾，没人敢做，他们不信呢，他们不信鬼神呢。你早晨搬去，晚上都搬到外头了，你睁开眼睛在外头睡，几个鬼灾啊，这个几个鬼灾我都去看了一下，后来一个卖给韩国人，那韩国人大概是不知道吧，买了没办法做，也是把它撵出来。后来我们台湾两个比丘尼把它买了办道场，那个让我去讲地藏经，地藏经没讲嘛，讲个大意了，讲讲开示了，讲讲地藏王母的开示。那时候我正在温哥华讲占察三那业报经，你信不信呢？那两个比丘尼到那儿住去，办个道场，一天有些居士来修道，那鬼神没有了，道是有啊，倒是没有。这就是业缘，业缘，这不是你信不信，那就是事实。那美国有一个鬼城，叫鬼城，也有些个鬼灾，他们不信呢，不信你住你是住不了啊。这种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事实就是事实。在纽约州那是跟我受了三规的，这三规的，他公司在市里头，住家在个山坡上住宅区，那么呢他们那个公司里头呢没有伙食，没有厨房，没有伙房，他每天中午就回家去做饭，完了给他先生给几个职员送饭，我一天中午都回家去做好了饭了，都拿到车上，都有车呀，刚一开车一个鬼，不是鬼，他看见是个人呢，但是脑壳是方的，不是咱们这个形状，四方的，比人大概高两倍，向着车边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他就猛开车，车子也没出车祸还好，那是昏了，精神昏了，但是这个鬼呀、一直跟着他，他车子开多快，那鬼就在车门口扒着他的玻璃窗户，
他就害怕，吓得不，说他想起来了，说赶快念地藏菩萨。他念念念念念，那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说师父，我今天活见鬼了。我说见了什么鬼？他说方脑壳。我说跟他说话没有？哎，他吓死我了，我跟他说话。这个也没法理解。他说有，我们说没有，我们没看见，那他看见了，在他是四十。人家说念地藏经，或者念这个沾沾三藏夜报经了，或大吉神轮经，念这经是招鬼神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地藏经是在倒立篇说的，倒立篇是玉皇大帝，都是天神，一般的鬼去得到吗？说那么多鬼，那鬼王啊，那菩萨化身的，地藏法会没有二乘人。知道这种道理了，所以随所在处，这就只是说你成名号，没说读诵经典，只是念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就把你难至升天涅槃之道。咱们现在呀还讲续分，还没说到大乘大记呢，续说。要讲经开始，前头的续分，续分嘛，就是开始的续分，都正宗分才讲的这个字，才讲这个道理。随所在住，要住有情，贪欲、嗔恚、欲辞、愤恨、奸计、久慢、讷见、睡眠。放疑疑，放疑怀疑等等吧，等。细节之圣，一个就受不得了了，就这么多，同时贪欲嗔恚，于此愤恨，奸计骄闹我慢。乐见睡眠盖放疑怀疑，放疑怀疑，放疑懈怠了，怀疑你说什么事他都不信，他都怀疑。悉皆之圣，之圣就很勇猛的意思，很盛大的，就大火烧大了，就之圣的意思。这些个来扰乱你的身心，还能难乐吗？都是苦恼。这个时候啊，连成名都不行，还有志心吗？假使过去闻过地藏法门，在这个时候就让他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？念地藏菩萨，要能够自心成名，念诵，念诵抱着念经了啊，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每句都有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或者像我刚才说那个路边上，他碰见鬼来了。归敬供养怎么？你先得念三宝，以法供养，供养地藏菩萨；意念供养，或者观想像，往那念供养。这些个
贪欲了，践踏了，嫉妒了，嗔恚了，都能够渐渐离开，得离贪欲，身心安乐，随思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道。这句话是地藏菩萨，就是随所应，因为你承念地藏名号了，那么地藏菩萨随顺你的因缘，随其所应。菩萨有神通，有妙用，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比如说眼睛，让他眼睛再看见，或者腿断了，让腿来再生长，这不可能的了，是随其所应啊，看他是个什么缘，随他的缘，就把他这问题也给他解决了。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啊，我们都有啊。那大家贪欲心、嗔恨，愤恨呢？愤是暴怒，那火冒三丈，就是说人那暴怒啊，又跳脚又干啥，拼命那个样子，那暴怒就有愤，愤。有愤了就有恨呢，如果没有达到他那个讷心不舍，那就恨呢，极恨下来了，结的冤仇啊越结越深，赶他一发表发火的时候，热闹浑身都发烧，这些都是那个贪会的这些个名词了，大家看那个佛学小词典呢，每一个都给你一个注解，有解释，教是教慢的意思，对一件事儿眼拙不舍，那是，是以这个为体现的，戒呢就是对于这个名利心。记恨别人的名利，自己想得到没得到，就是妒忌呀，妒忌别人。放逸呢，你大家都知道了，放逸，正事不做，懈懈怠怠的，经法不修，言法又不舍掉，这一段都是说你们的毛病。不但嘛，一切众生都入世，哪吒就是邪知邪见啊，看问题啊总不是正确的，总跟人家正人相反的，这不是正知正见的，邪知邪见都叫哪吒，哪吒包括很多。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为火所分，为水所逆，为风所飘，或与三言乃难，树舌颠醉堕落，七心张狂，有能自心成念，有人有能自心成名念诵。归敬供养地藏菩萨，一切皆得离诸危难，难往无损，随此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。这遇着一切险难吧，就这情景啊，或者遇着火，火分。就是入山林，或者在哪个家庭里头，或者在哪个街道街中，说你走那儿，人家大火把你围上了，出不来了，或者被水所淹，大风把你飘走了，随风所飘，那种飓风啊，那就属于风灾了，或者在山上堕落下来了，爬山爬摔下来了，心里张患，
总而言之一些灾难嘛，能够念地藏菩萨呢，一些灾难免除了，那么无损，而且是和随你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，这是后来了，现实灾难免脱，将来呢也能够逐渐的难闻正得涅槃，还能修道。随所在处又住有情，为毒蛇毒虫所饲，就让那个毒蛇毒虫帮你蛰到了，帮你这个毒到了，帮你咬到了，伤害到了啊，会被种种毒药所中，或者吃的呀，饮食当中啊有毒的东西啊，遇到这种情况呢，能够成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，一切灾难的恼害呢都能离开了，随时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，随所在处要住有情，乐鬼所持，成住药病药疾啊，打败子，俗话就是打败子，会天天发，一天发一次，或者隔一天发一次，或者三四日一发，都不一定。病久了就狂乱了，在病发的时候，身上都发颤抖，不正常了，迷梦失念。那这时候人就变傻了，或者疯癫了，这情况要能在这个时候至心成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一切皆得解脱无畏，身心难自，随喜所应，难知升天涅槃之道。地藏王菩萨不论在哪个世界，在哪个国度，就是随所在处都能够得到好处，而且地藏菩萨专在无佛时代，专在无佛时代产生的。那时候像那个很多灾难吧，和恶鬼所出的念这么说，说有些念不灵啊，有的信心还不够，前头说了不能达到下自心，下自心都没有，都达不到，那就说有不灵，不灵啊，感应感应嘛，你感呢得到一定程度才能应啊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都不是一时的，这个地方有这个灾难，那个地方有那个灾难，灾难不一样的，但是众生不信的了，众生不信的，那1946年吧，46年啊，我在西藏，我们河南呢到蝗虫，就是把那个粮食啊，连那绿叶子、树都是光杆杆，都给让蝗虫给吃了。那个西藏人他就不信呢，说哪有这个事儿啊，有他那个寒带虫子怎么能生得起啊，没有啊，他从来历史上他从来没说过说虫子能吃这些东西，还能吃粮食，还能吃树叶，都是他不相信啊，因为我们人道当中他跟那鬼道跟那地狱道他没接触过呀，他不相信呢，
鬼有时候接触，那有些人信，有些人不信呢。哎，有的人一般的没见过鬼，没见过他不信啊。经上所说的事物，为什么地藏王菩萨随处随时？这任何处、任什么时候所遇到的一些情况，骗说的，骗说的，骗说的就是对好多无量世界、无量国度、无量地方，因为我们见的少，见的少，各个地区不同，所发生的环境也不同。他没见过，他就不相信呢，乃至他没见过，他的上三代都没见过，他信吗？不信。因此啊，这说这些，佛说这些个，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，目的在什么呢？让众生信。你要求加持，先得信呢。你不信，你怎么能得到加持呢？不信你就不能去求他呀。所以佛赞叹地藏菩萨功德，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唯入药叉、罗叉、讷鬼、毗舍折鬼、布达那鬼、鸠班茶鬼，皆扎是布达那鬼，吸精气鬼。这些鬼有这么多啊，鬼有这么多啊，咱们一个也没见到，可能有见到的，但是那我没见到。见到啊，经上说这都鬼，那是鬼道，属于一道，鬼道，一道啊，各个的啊，那这是鬼的名词啊，这些鬼的名词，要讲不要讲呢？不要讲了吧，这些鬼讲他干什么？跟这没什么关系，你也遇不到，也遇不到啊。还有虎狼、狮子、哪兽、蛊毒、燕桃、助哪咒术、邪神外道啊，对付这些个的，蛊毒的、虎狼、狮子的，怨贼军阵的种种部位的事情吧，缠绕你的身心，你身心呐、不难。遇到这些个鬼神，遇到这些个毒兽，遇到这些灾难，你很快把那个自己生命啊失掉。物生嘛，自己都想生，贪生怕死啊，人人都知道。厌苦求乐呀，这是常情啊。说遇到这些种种的情况，要能够自心成名，念诵皈依地藏菩萨摩诃萨者，一切皆得离诸部位。这些部位灾害呀，都能离掉，能保全生命，现实保全生命。将来呢，菩萨把你拿着升天，究竟证涅槃。说这些都是恐怖，也恐怖的事儿。不是，有些个经历到，有些个没有，或者听说，一个地方有一种情况。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
不是普遍的啊，不是普遍的。随所在处，要住有情，悔为多闻，悔为净信，嗯，这就好了，嗯，就说好的方面了，嗯。我们经常讲经说多闻净信，多闻生清净信，这得有一定因缘的呀。想多闻不是容易的事情，特别闻法，嗯，说地藏菩萨的名号，观世菩萨名号，没有善因没有善缘的，想闻到闻不到的了，闻到了当一般的语言他也不会信的了。一部经或者闻一部论得有一定因缘的，说讲说听闻这是得有因缘的，咱们看来是很容易的事儿，有的一生他也没遇到过，不但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，多闻净信，嗯，菩萨在任何地方都使一切有情能够听到很多的法，升起啊清净的信心。闻法得有一定处所，有了处所了得有因缘，嗯，大家看过那个这个建岳律师啊，他那行脚，嗯，那是就闻法，他想求三昧老和尚，听老和尚听三昧老和尚的法，三四年呢，他赶到南京，老和尚上了五台山来传戒来了，那他就在南京赶到五台山，嗯，一梦梦言嘛，书的名字叫一梦梦言。他是云南人，保和山的建岳律师啊，一直到五年